我叫罗小小，老家是湖北的。我很早就离开湖北，已经在广东生活五年了。刚来广东的时候，我特别想家。这边好吃的虽说很多，但毕竟不是我从小吃到大的。我们老家有道菜非常出名，这种特产叫鱼糕。在这里住了五年后，我跟姐姐都很想家。我们想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把我们爸妈接过来一起住。爸妈在哪儿，家在哪儿。他们现在才五十出头，我们希望他们能在上年纪之前就适应接受这个城市，将来能在这里养老。对我父亲来说，他生活全部的内容就是照看家和孙子。作为一个男人，他很少去倾诉，一直都是默默勤恳工作。他失落感很强，父亲很不开心，就很想老家。为了留住他，我突然有一天冒出一个想法。父亲不是会做鱼糕吗？在我们镇上很有名，所以我想着能不能让他在这里做鱼糕卖呢。鱼糕是道特别吃功夫的菜，首先要把鱼骨剔除，只用它身上的白肉，一丁点红色的部位都会把鱼糕染上色，降低品质。割掉太多的白肉又会很浪费，这就需要刀工很精准。鱼肉处理好后放入清水去除杂质，把鱼肉剁成鱼泥是个特别费功夫的步骤，手工剁要好几个小时，好在现在有机器代劳。但机器取代不了所有工作，比如剁葱白和生姜就必须手动。接着要分离蛋清和蛋黄，几十个鸡蛋全打在一个盆里，大厨师都是徒手分离，得到的蛋清就是做鱼糕所需的材料，蛋黄也不会浪费，之后会用得上。搅拌所有的食材，这个步骤最费劲，需要很大力气。所有材料都搅拌好后，要加点猪油，猪油可以提香，但要温度适宜，否则就会结块。等到鱼肉和蛋清搅拌好后，铺到蒸屉上，蒸的时候火候很重要。蒸到恰到好处，将剩下的蛋黄液涂抹在鱼糕的表皮上，这样能让鱼糕色泽更加漂亮，鸡蛋也能物尽其用。再蒸一会儿，就把鱼糕取出放凉。我在网上发了一些父亲会做鱼糕的帖子，慢慢的，他的鱼糕就在这里的湖北老乡甚至一些当地人之间小有名气了。新年快乐！干杯！等鱼糕放凉了，就可以吃了。过年一顿饭没吃完，鱼糕就冷了。这时把鱼糕再放入湖北火锅里烫热，入口鲜味倍增，一道菜两个吃法。鱼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对我来说，过年有鱼糕才有年味儿。我的新年愿望就是一家人可以一直在一起。现在看来，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。